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明日钟表频道。喺1997年，我俾皇家橡树推出咗首款计时码表，计时机芯厚度不足5.5毫米，集合咗经典外形以及机械感十足嘅计时显示为一体，系钟表爱好者最喜爱嘅腕表之一。时至以今，皇家橡树系列计时码表已经成为呢一系列嘅核心产品之一。更喺2017年，品牌再为皇家橡树带嚟咗新款。2017年是爱彼皇家橡树系列计时码表20周年，经过全新设计的皇家橡树系列计时码表在1年1度日内瓦钟表珠宝上首次亮相。新款依然保持了大家最熟悉的八角形表壳以及表带的设计，经过微调设计之后的表面在视觉上更加平衡，展现全新美貌。新款以41毫米直径设计，识别度十足的八角形表壳，经过拉丝打磨之后，呈现出绝佳感官享受。表意与表壳一体成形，棱角分明，非常硬气。蓝色的大甲纹表面以3个玫瑰金色的副表面搭载了黑导圈，令计时功能更加准确、清晰地呈现出来。多谢大家收看。如果有兴趣，请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或者直接WhatsApp给我。